大家早安，我们是瑞瑞这一家，瑞瑞这一家。好啦，今天第二天，第二天哦，在拉斯维加斯第二天了。那我们今天、啊、就白天晃晃一下，带大家走走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马戏团饭店。饭店，这是它的游乐区。那因为那个 casino 不能录影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拍 casino。这个卡片啊，一张卡片是30块美金，然后里面就点数可以让你玩。那我们刚刚买了3张卡片，所以是90块美金。Thank you。他丢什么？小草啊。没有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好骗钱的东西啊！Super Sunny。然后捡到这个，就掉下来就有了。小酒，我们在买饮料，然后这个是儿童不可以靠近哦。儿童不能靠近爆台，所以我们刚刚被驱赶了。我们被驱赶了，在旁边等一下。刚好路过地狱厨房，这边也要是要预约的哦，要预约才吃得到的。红石国家公园以前那个地带是沉入海底的、oh、所以在那个顶部很多的那些贝壳啊、鱼的化石啊都在那个上面、oh、它地形特殊，它你进去的时候只能用导游开着那个吉普车，然后再上迅速的摩托车。我们现在要去法国巴黎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往那个法国巴黎 hotel。
下午茶，下午茶。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车。一个巴黎铁塔的那个，威尼斯人一样的那个天空布景。好酷哦！